其實除了拍劇之外，我自己都在外面出席了很多時裝的活動的。在時裝活動裡面都看到很多漂亮的嘉賓啦，其實我就會留意一下他們穿什麼衣服啊，每一個場合適合什麼衣服，我都是途中學到東西，還有順便就是增進一下自己設計方面的靈感啦。其實現在設計的最新動向就是我的首飾品牌將會跟我的朋友的時裝品牌 crossover 製一些 product 出來的。